昨天开的这个空单很快就止，在这个位置就止盈了，嗯，剩下一点点呢，去搏了一点盈亏比，但也不是太好，在这个地方也多了一点点而已。刚才开了个多单，开仓价钱是30110，止损是29660，止盈的位置在这个地方。由于这次止损的点数比较大，所以说这次杠杆的倍数就开的小一点，开的有60多倍。不然的话，那点钱在这地方止损是不够的，还得自己加点钱。因为我每次是按照一定固定的比例去止损，就说每次亏多少钱，赢多少钱这样子的。你接下来看他怎么走吧。哦，这个开仓的逻辑就是高空低多嘛，做区间交易还是做区间交易？